嗨，大家下午好，我是谢天成，我是今天的事宜来这跟我们的人民协会的导师陈博士在一起。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在我们这现场直播的这短短的时刻呢，让大家能够过目一下他所做，他所教的什么课程，还是教的什么？我听了他讲啊，哇，他教的是纸画。我讲什么叫纸画？用纸来画，不是只用手指来画，好吧？我们来交给陈博士来稍微啊，只是介绍一下吧。陈博士，纸画。好，谢谢你。大家都有十个手指啊，我们只要选哪一个手指，随便啊都可以画了啊。那材料非常简单啊，就是要有手指了，要有手指。所以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问同学啊，带着手指过来了哈、啊，现在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画。可是今天你会等一下会解释，你会这短短的四十分钟还是四十五分钟呢？会画什么出来呢？我会画最简单的，而且会用到最基本的这个方法来画一张纸头画一张纸画。纸头画、那就是这个 bamboo tree 再加上一只小麻雀小麻雀就会觉得很好看，有树有鸟啊。很完整啊，有很完整啊。好吧，首先他们大家来要怎么开始呢？说把纸准备好了呢，也是可以，如果你可以陈博士，你可以介绍给我们的观众们，他们知道、当如果有时候他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他们会学习到什么啊？不是、这个不会说一堂课学习就画一个画出来吗？最基本要学画什么先？好，最基本要做什么先？在学习。OK， 这个纸头画的跟毛笔不一样啊，不能够用毛笔，一定要用你的手、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你的手指啊是很硬的啊。它不像毛笔，所以你怎么样去沾水呢？去沾墨呢？这个很考功夫啊，所以是要训练，要训练、要训练所以我觉得呢，画画是没有什么困难，最重要就是说你的兴趣有没有，你有没有感到这个很好奇，我很想学，怎么样手可以画如果你有这个好奇心，我就可以教你。这边要好奇心就可以来学的，这就要好奇心怎么画呢？不需要毛笔，只是需要你的手指。可是手指需不要首先要剪整指甲剪好啊，还是要修好啊？不必这么的要求我的老师的指甲是留的比较长，可是我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条规差不多一点点出来就可以画了，因为你的指甲啊有很大的用途啊！直接有用途啊！对，等一下，来，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开始画啊！来，开始画了，好了，开始画了啊！但是就说同学们要学这个东西，要很注意啦就不讲话了，他们就不讲话，他们就会很专心的看，专心啊！我怎么进行这个艺术啊？时间方面呢，是要控制的好好的可是你是博士，可以讲话了哈，你看了，我先把是没有用炭笔的，就是这样，很简单，我这样画一下，好像是有，好像没有啊，这个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大纲，对。好像竹竿啊，对，好像你这个简单的东西你一定还是要啊，基本的东西是吧看得到好像颜色不是很浓缩很浅显，对，因为这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好像一个基本的构图是吧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要画一个小鸟，一只小鸟好是哇，这里好像在做罗迪布拉达的那个摊子，对，在按那个布拉达，对，很好玩，所以这个无论是小孩或者是专业的，他们都喜欢的所以这个除了我们华人，也有印度人，外国人也有。好，我要画什么东西，头脑里面先要有一个 idea， 一个概念性啊，对，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要画一只鸟一只鸟 ，OK， 画在哪里呢？就现在知道，对吧？你要这个好像在盖手印，对，其实就是像盖手印你懂的形状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说水墨画是大概是不是用，好像手指来画出来，只是大是用好像盖手印啊，圆圈接在一起它这个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有线条，
还有这个点、嗯嗯、啊，好比说我等一下要画这个鸟的眼睛啊，麻雀眼睛，可是要点哦，对不对、哦 okay 啊、那么其他的这个它的羽毛呢，我需要用一点线，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好像它的身体啊，我不可以用这个那种画线的方法、嗯、一条一条去画，那个不行的，嗯嗯、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到，有些用线，有些用面，有些用点啊，这是三个合起来的，变成三合一，三合一对，变成一只鸟，那就是鸟，好好好，这个很重要了哈、哦、，OK 啊，然后现在我就要把这个颜色调这个墨啊，你注意看啊。嗯它的龙蛋很重要，龙蛋啊，你看很重要。你太黑，不好看，太黑就不好，不好看。你太淡，那又看不出来，哦，是吧 ？OK， 可以啊。那么好像我这个墨不是从这个里面拿的，我是在这边拿，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如果不这样提醒啊，你一直在里面拿，哦 ，OK， 它的那个它的所谓墨韵啊，嗯，就很死啊。Oh. 它不会活，一张画，无论是毛笔画、指头画，就是要有墨印。墨印就是龙跟蛋，西方呢就叫做那个光暗，light， shadow，shadow，silhouette。但是这个纸画里面没有讲这些东西，嗯、我们讲的是龙蛋，龙蛋、啊。所以你可以看来、啊，我先用手指啊，就是这样，写出线喽，这个线。可以是比你毛笔画的还要更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靠你的训练，跟你的那个功夫啊，我们讲功夫啊。对啊，对啊。看看，就讲出来了，对不对？再来了，我在这边点一点，那边点一点，点一点啊，就是哇所以有面有线，还有这个点。看到吗？有面有线这几个方面呢是要素啦再下来我这里再画一个一笔看到吗？它有那个好像是翅膀、啊，翅膀对对 对, 對, 對, 對翅膀 OK 翅膀啊，那我看得出就不错了，画得很清楚了，画得挺有翅膀了哈对 OK 很好看到吗所以你这个用力不可太大，所以刚才我太出力啊，它就一个洞。这个是宣纸啊，宣纸的特点就是，哇，这个真的是好像要再练内功怎么样？有，讲的邪一点呢，就是要用多少力啊？要控制的，要控制性的，不可以说随便，不可以随便，对对 ，OK OK 所以这个是要向下还是要向上？你要自己经过一段的练习啊。Okay. 学生们他们学的时候，你会教他们呼吸的方式吗？好像来当你在做的时候，要有呼吸的方式，让我们比较稳啊，比较画的比较清楚，还是什么呢？当然有了，就说你不要在这个画很细的线的时候啊，一直在呼吸，那肯定是坏，是吧？对、所以我们说屏住呼吸啊，那么来画那个比较细微的部分刚才为什么我说我要坐下来？我坐下来了，我可以画得很精细。等一下我要画大的部分呢，我要站起来。Okay, 所以我要因为手要我手要这样伸张出去啊。我、okay, 坐在这边是不可以的。OK。好，所以现在大概呢，你看呢、啊，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对啊，对对还有这个手指啊 ，tissue paper 呢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 tissue 呢，你不能够把那个多余的水啊吸掉。太湿它就。这个一片糊涂啊，全部是它粘出来的，对对对，全部是水，全部是墨，那就不像形状了。你看 ，OK， 你看喽、我这么也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这样就是它的尾巴尾巴不适合于好像很黑的，不可以不好看所以我刚才画的这个线以后呢，就是要准备来画树叶了。树叶树叶了树叶呢，它是。我这边再加多一条线，加多几个线呢？多这几个线，基本的线我已经画出来了，懂吧？那么这边呢，我再画一些其他的，看了，说，要不怕事，所以要记得放在水里面去，可是我注意到这个当时画的时候没有什么什么一个框就是说它不可以说过这条线，好像这个可以画到。画到纸的旁边的，
啊，可以啊，画到完了，画到就说不说要一个范围内哦，不需要。这个没有没关系，因为这个是可以画到纸外面也可以，我们是准许的。哦，听说如果这么画的在外面，它比较真啊，比较真啊，好像啊，对，在好像在那个在那场面你看到，对，就是画外有画，那个就是更加的这个灵活了，更加的活了，这样。所以你看我在这个画的时候呢，我要注意那个，它的这个形状啊，不要太过死板，你看到这个很好啊，你要慢慢慢慢这样。所以画画的人呢，应该是比较长命，因为他没有那样一直，好像说，压力太大哦。画画的人，那很听得好，这个很重要啊。他应该学习啊，因为陈博士讲，画画的人呢，长寿，应该长比较长寿，长寿，不用去吃什么东西啊。不，等一下这个，因为等一下就一定会完成的啊。你画的东西好坏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今天花多少时间啊，就画出多少东西，就是你的成绩了，那么都有成绩的了。对，但是如果你要画得更好，那你就更加的努力了，要努力更好，多学习了，就是这样这个叫做 practice make perfect，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了。陈博士，可以稍微分享的是啊，那些学生们第一天学习的，他们会面对什么挑战呢？在这个纸画呢？OK， 他那个他不知道水分有多少，所以他拿的时候呢，一大堆下去就先弄坏了，换纸了，OK， 这个是没得改的，因为这个宣纸啊是一笔就是一笔，所以它的珍贵的地方就是你的功夫显现在那边了啊，如果你没有经过训练那你画下去呢？都弄坏了，第一笔可能就弄坏了，所以我会，跟他们很清楚的讲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手要有一个手指，有一个 tissue paper， 当你水太多了吸掉，再重做如果没有这个干的话怎么办？赶快去放水，要懂吗？手不可以给它干也是不可以又不可以太湿，又不可以太干。对，这个真的是要调出来，也不容易啊。这个不是用科学方法，可以说多少跟多少，这个是凭你的练习所以我刚才讲过，practice make perfect 是真的就是这样。勤劳大概就看到成绩了。不止在纸画了，在什么东西你做 practice make perfect 的了哈。对，都有学习的东西都是相通了。现在青色的，我看起来花叶子看起来要叶子的青跟黄的。它的黄跟青调起来非常好看你看来。OK， 我觉得我在这里很危险的，等一下碰到。OK， 所以我要站远一点。是，讲得很对，因为呢，这个墨假如调到了以后就很难。对，很难很难。我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动我。你注意看了。我现在我要真的是要有一个距离，一个距离。看到吗？这个叶子出来了，对不对？哇，这么就是叶子散发出来了，就是很简单。我们不在意这种啰啰嗦嗦的不是okay， 不用讲说要多长多短不，你看你画上去就是了，所以是不是很简单呢？是不是？你一看到觉得说就是这样画起来，那就像了起初我以为是你在画什么原来是画树叶你这个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三片等一下我画到完的时候你再来看你会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了一跳呢？ Okay, okay. 这样密密麻麻哪一个先画？你就跟我讲说无从开始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简单的时候呢，你要看我这个笔我的手指就是笔我没有加第二次，加第二次就坏因为已经试了再加水对，所以你一定要相当有把握一次过对，肯定的敢不要慢慢来不可以慢慢来，就是说一条就是一条对要一半人再来想不可以、好像我这边试了嘛，我也关系等一下我会再加一些东西就加几个十分的再掺加一些看到吗它这个叶子看起来是简单，可是它有一个好像一个 format， 有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构图我好看三片好像全部都在 A 这样你能够抓到这个呢，大概你接下去画的不会错了
就是一二三，一二三，这一个机器。这学生呢，他们有些时候是没有专心听跟看，他就是说，哎，这个是很简单，随便画，但是这个随便当中啊是有规则的，规则的啊，你看到吗？三片三片，这三片它不是对对的，没有对对，对对就不好看啊，所以你要记得，不是，就是说每一条不一样啦。啊，有大小，有大小，不是每条啊，你看呢？有啊，现在已经开始要交叉了，可以交叉了。OK 啊，交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乱啊，就是乱中有序，这个是好东西。乱中有序啊，有序，有一个秩序，有一个规则，有一个规则啊，不是乱中很乱的，不可以。OK 啊，所以你看来我就是刚才用这个，现在我用这个，我的手指已经。不同的方向来画了，我没有注意到，我以为还是用婴儿。没有，我刚才已经改了，已经改了，我现在已经改了。你看，我现在改成这样了，你看啊，所以这个手指用的很多，刚刚开始这个最容易用，慢慢你就用这个啊。还有呢，学生很难用这个，因为这个很没有力，没有力啊，没有力，没有力，没有力啊。我一般上我的写字是用这个。哦，写字是这个 ，OK。所以你看到吗？这个要练习啊，要练习啊。哇，不容易，好来。OK， 这个这边你已经一组了哈，就是叶子，它不是说随便画的秘密的，不是，它是有些密，有些不密。所以这个叫做疏密啊，在那个学中国画、学纸画都要学的。哇，是对吧？真的是看起来很容易，可是真的是很多原则，很多呢，它的技巧在里面呢，怎么去真的画出一个。真正的作品出来啊，真的不容易。对你看是这样。什么地方要粗，什么地方细啊？后面不可以粗，后面要细啊，这样才会像粗，还会看得出是叶子。你不相信你这个后面粗，前面细啊，就不像了。变成像什么？那就不好看了，你就觉得不好看了。OK， 哎，所以我要讲的是每一笔的。都要算了，都 count 了，就是说你不能够说这笔不重要，没有了，每一笔都很重要，每一笔都很重要，每一笔都重要。学生们他们学习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让你讲说每一两堂课过后，我的手指都是好像就酸啊痛啊，都变成好像cramp 啊，哎呀不能动啊，因为要控制的没有这样的 complaint， 因为我们前面的大概十分钟啊讲解，然后呢我要示范，示范以后呢他们就练习，练习以后呢我要一个一个去看什么地方不对啦，跟他讲一下，所以每个同学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呢，优点缺点啦，对了，对当然我们都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课堂教学跟我们这个好像说你看书呢不一样老师要去看但是在这个网上教学呢，老师也要有一定的经验，就是说你可能会犯什么错误我先告诉你，所以在你听一下先在跟你讲你会犯什么错误所以好像说你这个水分太多了，你忘记拿这个滴修了纸那么这个没办法，你一错的就是错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呢这个大致上你看呢小鸟站在树枝还有叶子可是那个树干呢我还没有画出来，我现在要画一点树干等一下可是我注意到你看连陈博士在拿的时候他知道他手指要干了有时候不懂要拿来看手指忘记弄干了摸完蛋了全部就是完蛋了你讲得很对，因为他们学生没有经验，他这个要快，所以他画的时候他拖一下，那么这个鸟的头不见去，鸟的头不见，身体不见，就像它粘在下面去啊。对，所以你这个提醒很好。我注意一下，因为我看你的手上试，跟动的不是，因为你有抹干了，就是一个，有时候我们以为不干了。要有一块这个布来抹，当然这个艺术最快了。那这种纸最方便了，是不是 ？OK， 好来，继续来，再来哈，树干来。再来呢，我就要画树干了。树干可以用这样的墨，加上什么？黑色一点，对黑色、红色的。最好呢，这个要加点水，否则呢太干，不能够画。对，树干可以这样画，这个短，这个长，好吧？
那么再来再一个一段哦，这样的画法看到吗？像主干是不是啊？好像三个在通常三个可以、啊、OK， 再来呢这边也可以加到一条，嗯，看到吧？这些是有控制的，有先思考的。你不相信，你拿下去的时候呢，水太多呢，整个散掉，你画不出一个树干。嗯，看到吧？可是当学生们刚开始的，他们会不会有一个画画在前面给他？有，就好像说我后面这样先画了，那他们就会跟你跟，每个人都跟随的一样，就跟着。跟着这个了、啊、等一下我再示范给他们看、啊、所以这个就是懂得什么地方开始画、嗯啊、所以这个是多方面 的配合了。对对对、啊啊某些地方要等到全干的才加线、嗯啊、所以你这个 要很注意、啊、看我怎么样。如果不全干加线，不全干加线呢，它就一 片糊涂、啊、一片糊涂、啊啊、好像 这边、需要加一点黑的、啊，刚才为什么我不要加了？因为刚才太湿，还没有干，还没有干。现在呢，我就要加了。这点很重要，这个叫做控制。哦 ，OK。控制，这看到吧？控制说也不可以按太大力，是吗？不是，它的这个这个浓缩性，干式的部分控制。控制。哦 ，OK。啊，麻雀呢，一定要有这条黑线，没有这条黑线就不像。看到吗、嗯啊啊、记得啊，别的鸟八哥什么的喜鹊啊，它不是这样的、啊、OK， 现在我要把这个尾巴画一下尾巴是分开来的，刚才我是画一条了、啊、一条、啊、现在我是这样画了，看到吗？我是用很干的来画的，不是用很湿的，看到吗、啊、所以这个 有分别了、嗯啊、这边我再加一点这个更干的，这样虽然看到这看不到什么东西，可是看得到是这个。你想象中它这个是后半部啊，它的尾巴，对吗？对对对、啊，它尾巴跟这个身体这部分很难画。你如果画得很清楚啊，就坏。不相信你去看，你画的那个，因为它喧宾夺主，它把那个头啊、身体这部分最精彩的部分呢、啊，掩盖了，所以它的屁股那部分呢、啊、可以省略，简单的 okay, okay. 简单的。那好，我现在要画什么了吗？它的两只脚。两只脚、这两只脚呢，你不要看它就是那么一条线啊。有些人画的鸟，它会自己掉下来的，自己掉下来的、我讲这个话，你不知道说为什么掉下来，因为它这个脚的、抓不抓没有抓到，没有抓住啊。好在跳那个芭蕾舞啊，对对对，跳芭蕾舞怎么会把这个树枝抓住呢？嗯嗯、所以我现在画很重要， okay, 很重要啊！看啊，慢慢给大家看，慢慢画了，看一下，很重要啊，重要啊 ！OK， 再画那个脚了啊，这个不可以很湿啊，很湿就坏，要用很干，我只画三点而已，你看三点，这个就是脚了，因为它这样抓住。你不要自己好像说很有创造力，很有创意，画到一只长长的脚，那就坏了。这个简直是变成画蛇添足。对对对，就不行，就不行啊啊！所以你看这边呢，我再加一个，我再加一个它的脚啊。是这样的，一步一步来，你不能急啊，不能急。对，一样，最基本纸画呢是不能急的。第二呢，要有概念，要画什么先？对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它的脚啊，这样的话就很稳，它不会掉下来。哇，你看到吗？啊，它把那个它把那个树枝啊抓得很紧，很稳、我刚才讲说它跳芭蕾舞啊，一定是会掉下来。你如果这样的话啊，站在那个树枝上啊，它怎么站呢？鸟不能这样站，它整个就掉下来。所以一定要这样抓，画了三个，它是这样，看到吗？我们抓东西，它的脚是这样抓东西 okay, 啊，而且呢，不要把这两只脚画的太密就也是不行的啊，记得哦。所以要把这个，就是说他注意重心呢、啊，他经常那个脚要把它推出去一点点，那么有一次在他的身体的中间这样的话，他就很容易 adjust 他的。哇，还有一些理论要解决，所以来讲说，人家有参加过这种纸画的一个比赛，
那些评判员他们就看这些东西怎么去怎么去看那图案啊，有没有合理不合理的方面啊，对吗？对，不止他们看的颜色的，可是要看合不合理啊。你这样对你画的方式，如果你要讲到那个画好不好啊，很多方面，除了这个基本的技巧，你的墨色浓淡，你的颜色搭配，还有你的构图，再来呢你的用线，这个是很更进一步了，要求更高了，就是你的线到底有没有力啊，这个很重要啊。假如你画中国画或者画毛笔画或者写书法，没有力啊，就out了啊，你不用多看，没有力看得出的了，看得出，没有力这张画就是丢掉了。Okay, 就不能入选，不能入选啊 ！out 啊！给来继续这样画什么呢 ？OK， 画了鸟的脚了就画什么呢 ？OK， 你看了刚才我画的这个它的这个麻雀的领带啊，是等干了才加，看到没有？对对啊，它的脚啊也是等到干了全部干了才画。OK，、所以这个前后啊要注意了，就是说要不可以说你当你画鸟，全部的鸟一直画出来了，对，因为全部要配合，最要紧要配合的好。对。对这个问题啊，在我学跟老师学的时候啊，我有一个疑问。你跟老师学是那个几年前的事情？二十多三年，三十年前。三十年前 ，OK。我一直感觉到老师啊，我心里不敢问，因为问给他骂。我说老师，为什么你画的时候啊，这边画两条，那边画两条，你为什么不要把它一下子画好呢？我一直心里面一直很。挣扎了，搞位，就是觉得很不舒服 啊！对对，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呢？你画鸟就把它整只画完了就算了嘛的，对了，你就去画树叶，又去画这个，最后才画这个。我后来慢慢理会了，我把这个秘密啊传授给了学生。我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干，我们注意那个湿，wet and dry。那这两方面呢，你自己要注意嘛，对不对？假如你连这个都没有抓到嘛，那你画什么都。不行了，不行，都是每次就一样的错误，你错误对啊 ，OK OK， 我们说要有形，要有神呐、啊，这个很高级哦，这个画的要有像，画的很像什么什么啊，再来还要有墨色，有那个看起来有精神啊，你看有些画看起来，远远看颜色哇，五颜六色很美，走近一看呢、啊，哦。差劲了，很差，哦、okay, okay 很差，线也没有，颜色也没有浓淡、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有时我们讲说水啊，这个纸画呢，就是有初级班啊，初级的画比较稍微比较最基本的先，然后有中级啦，就画的比较有比较啊，有可能啊比较困难的一点点的画啦，啊，那高级的就是哇，变成好像可以去上可以去比赛的那种的啦。谢谢你，你给我替我做了一个答案。因为我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啊，哪些学生会犯什么错误， okay. 我用什么方法改他？啊，你一下子画很难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害死他。他说：“哇，这样难画，我不要学了。”兴趣已经完了。哇，原来这样难，每次都错误了。对对对，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要知道那个学生的程度或者学生呢，他能力啊，对吧？我有叫六岁的、七岁的，我有叫七十八岁的，这么年轻也有啊，老顽皮也是啊，七十八岁老顽皮，他是教师来的 ，teacher，English teacher 来学我的中国话啊，所以中文也不会，我跟他讲中文，他听不懂 ，OK， never mind， I can speak English 啊，所以毛笔字你要学，我可以教你，你就是很简单的。很简单，而且呢，那个完全不会华语的人呢、啊，在我的课之后啊，他竟能够写出令人觉得很好奇，这是你写的吗 ？So nice, so good。哦，对吧？我叫一个有的编啊，他真的是一窍不通中文，可是我就说 ，You follow me,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do。他就真的了吗？而且是行草，行草。草书啊，哦，好像画龙画虎这样啊，这样不容易啊，那个不容易。但是这个是他们同学自己讲出来的啦，说哇不得了，这个是让你骄傲嘛，骄傲啊，对对对。OK， 那现在还没有讲完，还没有完呢，还没有对，现在这个还没有结吗？对呀，这个树枝所以珍贵啊，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结嘛。啊，做人要有这个。气节嘛，要有就是气概啊，要有骨气，骨气。这个、看起来好像英文叫 join 啊的 join。对，讲的对，这个英文叫做 join 啊、这个树不会倒呢，这个竹不会倒，就是这个 join。因为 join 连着，对，它会这样摆啊。你看很多树很高很大，可是整个倒下来，连根拔起，就是竹不会，
你很少看到竹有倒下来的，因为竹它有这个节啊，它里面是空的。对对、啊、所以我们学中国话人常常用这个竹来勉励自己啊，要保持谦虚。嗯、啊、因为我们里面是空的、啊、里面空的，空的能够能够吸收别人的知识啊。对对 对, 对啊，不可以不可以骄傲，骄傲了你就自满，自满了就不能够进步。对，所以在这个学中国话可以学到中国的一些哲理啦，哲理是哲理。对对对对，好，你看到吧，啊，这是一点一画。对啊，刚好一点一画、啊啊、你就是操作这个方法，你先一点，然后你就一点一画啊，这个就好了就可以了啊。那你可以看到、啊、我这边有这个叶子下来，有这个数字下来，我这边呢也可以有一些数字上去，你看到吗？嗯、OK、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原理的，有原理。看到我这边、就是说了、有一个点你没有注意到，这些数字啊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如果这边有，这边就不能有，不能说两边都一起，不能对对，不可以，不可以。哦、OK、啊。所以我现在就要证明给你看、哦、啊！我现在我证明给你看啊，画从这边画啊。看到吗？这个是从这边出来，嗯，所以出来以后呢，我就会长一个字这样过去，嗯，啊、然后呢，这个还没过去啊，这过去啊，这过去啊 ，OK， 啊这个呢，这个就会长到另外一边去了，你看到吗 ？OK OK， 啊，所以我被学生会做错，就是会这边画，对了，这边再画，我们就平嘛，要平啊，左右都要有了，对对 对, 对，它的自然生态我们是有观察的，啊，这边呢、啊，这边不能画。OK， 要画这边，啊，因为这边有了啊，这边有，那边没有，对、啊、对、哦、okay,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自然生态，它的生长啊，嗯、它很 balance，balance 啊，对了，啊、一个啊，这个两边都有这样，它不会是对对的，它是一个上，一个下，左右伸出去，然后小枝也是根据这个基本的道理，懂吧？啊， okay. 所以这个你看呢、啊，基本上呢可以，再来呢，再加一点叶。啊、嗯，再加一点叶子，那写的名就结束了，就可以了，可以了，对对对，可以了，可以了。四点了，是、啊、到几点完啊？差不多了，可能只画一个再画。OK， 我加了几片叶，然后就写字了哈。嗯啊啊，来画一下啊，这个写几个字哈、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写。你写你的名字对吗？就是说这个是你的作品、啊、对吗？我不可以写我的名字了、啊、因为全部都是你的手指印了OK， 这里、啊、要写就是题字啊，对对、啊、对，我要看这个写字很难写、啊、因为你的手指这么大 啊, 啊，那我可以，因为你刚才你说你最后一个手指来写名字，我要看你怎么用、啊、哇，给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你的手指功啊，手指功，一指功啊，我的老师用一个手指啊就可以走天下，走天下，他花了一年的时间，365天走英国、日本、美国，通通去，我的老师、okay. 吴在寅老师嘛 ，OK， 你看了我现在写这个字啊， okay. 这个听雨啊，听雨 ，OK， 听雨，真的不容易写的，看得出要也是要真的是要很注意的，对对对，专注的、啊、专注来画，好像啊，多当你画了一条线，等你觉得好像不够浓缩，又要再对对对再去填补啊，又再画又再填啊，对对对对对啊，要不然太薄的是也是要 去填补 啊，对对对，嗯，点是点，线是线，所以呢你要注意、嗯、而且你不要说为什么你不要一次把它写完，它不可以太多墨，对对对，太多它就会坏，太多墨开始很好，后面没有力了，没有力，后面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墨，听雨 所以这个很写意，很诗意，对吧？我不要说麻雀，那没有意思、啊、所以你在写字的时候呢，要有一点这个，嗯，比较有一种文化气息，这样啊，觉得很好了，很舒服，听雨，听雨、很好，然后
不用写名字了。要名还要，所以你看它这个粘住了，所以我要这样起来，我要轻轻拉起来，然后我再我要写的，刚才那个是隶书啊，对，隶书是比较稳定，它的笔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现在要写一点行草啊 ，OK， 那你就看到啊，那个纸的后面不会吸水进来还是？已经吸了，已经给它吸气了，你看到吗？OK， 现在我要再写上我的名字啊 ，OK， 这个你可以盖眼镜，可以写了，已经写很多次了，对吗？这个几十年了，其实可以练到不用看了。其实这个叫做熟人生巧，熟人生巧 就是那么几笔啊。可是这几笔呢，就是要经常的画。你听过那个郑板桥吗？故事吗？什么郑板桥？郑板桥哦，没有。郑板桥是中国画族 number one 哦，我看全世界呢只有他第一个了。我们新加坡有郑板桥医院，但是它是郑板桥。我差点要讲什么郑板桥，竟然不郑板桥，不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画画，他的一生就是画竹，没有别的，最多画一块石头。那专业就是画竹了。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这个竹什么画啊，看一下郑板桥，他有一句话是很好的，什么呢？难得糊涂。他在这句话呢，非常有意思。我们太聪明了，所以呢才会很多痛苦，很多压力所以难得糊涂呢，就是郑板桥的一句格言很多人去中国呢，就是买他的书法，就是四个字，可以卖钱的，可以卖钱的，还可以卖钱的，不错。OK， 你看我现在就要写我的名字了名字了啊。OK， 我们就等一下做个结尾了。对。哇，你好像在画龙画虎就是这样啊，你看呢就是有一种感觉了，凭感觉，不是说真的你要怎么样去看的，怎么样感觉上对feeling 画都是 feeling 嘛，对，画都是有一个感觉，当你看到那个画，你有什么感觉出来啊？对，不一样的人看一个画有不一样的感觉嘛，对，也是要看到人生那时刻他的季节来讲哦，对啊，来。来啊！看来我现在站起来了啊！现在要做一个很大的步骤了哈！好搞。可以看得出，虽然我们看的好像在乱涂啊，不是，这个是有一个不是这个技巧，有一个规矩，有一个规则的哈。有规则啊，都是有规则。哇，很好。所以有粗有细啊，看到吗？所以我们讲有交叉有这个非常的仔细的部分，像这个眼睛这些都是很仔细。对，看得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技巧在里面。对，虽然只是使用手指，可是手指的用法真的这么多。哇，这是意在笔先，意在笔先，就是说你的意识在你还没有画之前呢，你的思想已经在那边了。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讲说这个作品呢，已经画两次了啦，一个在你的脑海里了，一个出来了。对，而且这个不是说拿着照片来画，有些人他们说，哎呀，我拿一张照片来抄，没有用，因为照片是死的。如果你要美，就去拍算了拍的去放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像作为这个画画的艺术品摄影有摄影的美有它的真，对，但是在这个画画方面呢 ，OK， 一定要有作者本身的想法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可以画，我可以画很大的鲤鱼 ，Japanese koi， 日本话说koi，对，对，ですね，とても綺麗です。很漂亮的鲤鱼因为我的一生里面呢，有画不少的鲤鱼。是这个是你的这个最后呢标志就是打印打印这张画呢就之前了，就是之前了就是结束了啦就是说还没有结束不可以打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如果一个打印就是结束了OK 是可以很哇，这很好，时间配得很好，配好啊，很好，时间配得很好刚刚好，因为我经常呢，我好像打印很困难的，打印还不要打印，我好是不是要打了这个？我看你站着几次还没有打了。你的观察
这个明察秋毫啊，非常仔细啊。很多时候他们说打印就打印了，他们不会像你这样很仔细的观察你怎么打。我要打一个印啊，我在这边打多少次？就讲了，我看还没有，这里面有秘密啊，我跟你讲。有秘密哈。OK。那我的学生呢，他们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啊，他就咚，哦，老师为什么他有些没有？哦，你的那个名字啊，他没有粘到那个他的印泥啊，这个叫做印泥啊，它的颜色啊不会出来。还有一个秘密，我没有跟你讲。你一定要放一个布纸，一本布纸在下面，要不然呢，你这样觉得很得意，哇，我的画非常的美，赶快打一下，就扣下去，一个大洞啊，也可能是大洞，也可能啊，因为如果照理是不会大洞，为什么呢？因为它吸了很少这个颜色啊，我要打很多次，它的。颜色非常均匀， okay, 非常饱满。你看，这次我以为，刚才我看了你这么做，我以为你好像很舍不得叫这个不是不是，我现在给你看啊，我打的时候啊，所以我注意到一个东西了，不错，要左右左右，我要摇上下，至少呢左右上下，你看一下，而且不可以太快拿起来，有一个洞出来。哦、OK， 他把那个整个拔出来。所以我要慢慢看啊 ，slowly moving to the right， 来我偷偷看一下，有还是没有？没有，我还在继续盖一下。哦、这个是看到吗？这是我的北京教授告诉我的，哦、跟你们分享这个。连盖印也是有这个技巧啊。OK， 你看了，我现在还没有起来，我现在还没有拿起来，为什么？ Okay, 因为我让你们仔细看到吗？还没有偷看。美不美？美啊！它的整个线啊，全部都很晶莹。假如你不相信，你这样去打，它没有东西出来。又旁边又它有些没有，啊、有些没有。对，所以不好看啊，这不好看。好了，盖印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个结尾了。我来观众们来，首先要你要看一下，来看一下作品，拍啊，看一下作品，来拿上来给人家看啊，不可以拍，不可以拍 ，OK， 不可以拍。那我们要给大家看叫啊，因为是现场直播，是给人家看，不是给人拍。OK，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我花了这个应该是很短的时间了啊，把这个竹叶、竹干、竹枝，还有小鸟，的画法，调颜色的方法。都很简略的跟大家分享，我希望你们呢有一堂这个愉快的美术课啊，纸头画纸画课啊，也有希望学习的啊，继续努力啊，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啊，我在这里祝福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谢谢，来，我们首先来，谢谢，来，庄总，谢谢，陈直播，讲完了，讲了，我还有来，谢谢你，陈博士来这示范给大家我们看，来再。要记得刚才我们所的这个现场直播呢，都有录下来的。说他可以像刚才所陈博士所讲的点子呢，你没有听得到，还是你没有怎么抓着啊？你可以再重播的去看，在一样的 Facebook page 上去看。再接下来在六点呢，我们有另外一个现场直播，在甘榜斋记的 Facebook 有一个烹饪时刻，说在六点的时刻再见吧。六点甘榜斋记 Facebook 再见，烹饪时刻。拜拜，我来拜拜，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好。